不过，这个触感也太真实了吧！看样子你在梦里对我垂涎已久啊。你怎么会在我家呀？你是来跟我道歉的吗？你应该感谢我及时出现，不然你小命都难保了。还好我房子没退租，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，不然我就无家可归了。瑞瑞想吃你做的鸡蛋羹了。妈，我太喜欢你解毒的甜品了。其实，在高考失败后，我一直都纠结要不要复读，整个人都很难过。但是看了你的文字，让我坚信了文字的魅力。那些甜品在你的笔下都有了生命力，让人看完不禁心情都跟着好了起来。我已经决定复读了，期待在未来自己也可以成为你这样用文字带给人力量的人。追妹想要招，病人需要温暖，需要安慰，嘴甜一点，他肯定就原谅你，和你乖乖回家。家里的药都过期了，给你换了新的，还有补充了一些维生素，要按时吃。哥，你回国就是因为这家店啊？走。这就是 Smith 呀？这装修的什么呀？姑奶奶。行走江湖，嘴下留情，免得哪天我不在了，你被人打。少吓唬我啊！这一路上拍了好几个帅哥，得赶紧上船了。姐妹们都在嗷嗷待哺的等着我呢。明天和我来店里学习。不要，好不容易回国一趟。我得好好玩两天再说。你玩你玩，那这个月的零花钱就……啊，别呀哥，我去，我来还不行吗？哎，可惜了，还以为能省笔钱，还以为当区负责人能大方些，切，小气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来找你约会啊。哎，等等我。又是美好的一天，开工。怎么昨天没给我发出这个情况汇报啊？真是一天都没得歇。怎么样？说吧。弟弟，跟姐姐比，你还是嫩了点儿。叫声哥哥，我可以考虑给你放水。不用了，直接来吧。好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哎呦！